个突破性的发展，我们不涨价反而还因应汇率调整价格。那我们就是帮你把就是要怎么用的顺序都写上去，回家一定是卸妆洗脸嘛，中间就是抗皱净斑最重要的视频，那最后就是紫外线也是一个老化的杀手，所以这一套一到八其实就是女孩子从出门到回家早晚使用的保养品，这三天份就是让你可以先申请回去，你在家里想要站着保养、躺着保养、坐着保养都可以先试试看，只需要付国际物流运费198元就可以帮你宅配到你家。所以我们现在我来跟丽姐一起来就是试着保养看看，全程都只需要用双手就可以做保养，10元硬币大小的用量，这是浓稠的耶。对，那你可以放心，因为我们的手掌心是没有毛细孔的，所以它不会吃掉你的保养品。对，好，然后我们就这样盖上去，有点像叶问的手，有没有转一下？那假装这是我们的脸的话，我们就这样轻轻的按压，手法都是尽量轻柔，不要做到拉扯。那肌肤我会建议一次的保养都要做好两次的保湿做足，两道这样子的动作。对，那这是保湿液，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表皮喝饱水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这个5号美活肌精华，我们要对抗的不是只有斑点这一件事，还有像是暗沉、蜡黄这种非常难对抗的，所以这里面也有像是抗糖化的成分。那一般在家里就这样按压一次到底，就是额头、鼻子、下巴两颊，轻轻的就是点点点点开，然后画圆。化圆，颧骨都比较容易长斑点，然后可以针对那个地方就是多点，像弹钢琴一样多弹几下，让它的那个就是色素可以淡化。其实擦完这一瓶，你就会明显感觉到气色是很明亮的，明亮照顾好了就是要紧致嘛。紧致跟烹饪，那就是这一瓶满满的胶原蛋白乳霜20，对，希望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回到20岁，脸的用量大概就是软管的最前面这里，大概2公分，点在脸的额头、鼻子、下巴两颊，然后轻轻画圆就可以了。轻轻画圆。最后就是刚刚讲的这个保护乳液，顾名思义就是把它保护起来，如果在家里使用就按压一次到底就可以了，双手放上去化开，再轻轻的按压在脸上，这个就让表皮去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封存，那你晚上睡觉也不会流失水分。光是四瓶擦完的感觉其实就很像做过脸耶，让肌肤可以停留在抗压性很好很健康的一个状况，然后让我们每天出门去迎接不同的挑战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，随时上架，我们下回再见。